文老师。来，好听的歌曲，爱的往事。来，破下歌嘞。掌声鼓励一下哦，慧文老师哦，吴翔好，哎，哎，你好，第一次见面哦，真的很厉害。听说你唱这首歌是你们的，我们写的歌，卡多埃修合唱，孙亚辉马喜文西海瓜，所以原创者、原唱人站在这里。
哦，真的，哦，你是原唱人就对了，也是原创人，哦，原创人，原创人，写词写曲，这么厉害，真的，对对对。所以老师你是光你会不是光教唱歌而已？啊，对，不是光教而已，还会教他们吃喝。吃喝嫖赌，哎，我没有讲哦，我吃喝哦，那个也都有，也都有。没有，我一说老师多才多艺的，真的，他还会，而且会作词作曲，对，对，还会做牛做马，做牛做马，老师很会开玩笑。做老师很辛苦的，真的。好，你们套餐啊，几台车，听讲，哎，坐了几个小时到这边来，哦，对啊，真的，这个听说早上就来了呢，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是第一届嘛，是哈基麦的最后一届，不会啦，真的，结果哎，我要问一下老师，你本来在路上觉得说啊，这可能是。好几盖，可能买最好几盖。然后你这唱完歌之后，你觉得呢？哎呀，问他们了。说实在的，我都 OK 啦。对啊，都 OK。我本来只是讲，我来给学生讲。等你，等你，你来唱刷吼。阿奶讲，再行好几盖，别过来吼。牙签，牙签，牙签。啊你看，全部都要来啦！卖国贼，全部都要来，全部都是卖国贼，你看看，真的嘞，对呀，哦，那真的真爱开了，你们会爱上这个地方啦，真的会爱上这个地方哦。是啊，不是只有这个地方，其实是爱上你们两位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一见钟情吗？当然，我讲的是谎话啊，但是在这边讲要讲，哇，一定要讲这样嘛。我们都栽了耶，没有，他想说他讲的是真话，真的，对了对了，你看，没有说真的，这个环境、唱歌、感觉、氛围什么的哈，对对对，其实还不错啦。刚刚有听说你们这是。重新制作的，重新在装潢。对呀，哦，这花了好几百万呢。啊，真的，真的，你看那电视墙啊，那画面的画面等等等等。啊，真的嘞，都很差多。目睛小的人，把就是乖嘛。全国观众都看到我们的老师的表演。啊，真的嘞，真的，他们都知道我，只是说北部以上的人看不起才怪你啊。啊，我 YouTube 拍出哈，那个点赞会有那名。哎，讲一下。就这台南办会假毒的，强奸的，哎，都不错。哎，我觉得对啦，老师，老师。老师，我讲，那现在恭喜他进京，为了讲，你们在是在台南，是在高雄。如果在那边地区的人想要参加你们的，比如你们的歌唱班或什么的。哦，真的有点远啦，我自己有在高雄这边教唱，误人子弟啦。哦，对啦对啦，然后那个台南这边比较多，所以这边都是我们的台南的歌唱的学生，台南的歌唱的学生，对，是，对，那桃园的有一个，有一个啦，有一个。桃园哦，桃园有一个啦，对对对，我们用直播教学，直播真的直播教学，对对对，直播教学这样子，对啊，现在都是这样子了，直播教学。那个时候来做我们的同学啦，对啊，刚刚把他推入火坑的啊，真的哈，对啊，看可不可以做你们的同学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啦，还长得还蛮正的哈。那一个，你知道，文祥哥，别把嘴拢没连着，会拢红。啊，无恙，都红亏了。真的，身材就是。听说还有经纪人呢。好了，那老师，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，没办法跟你聊很久。下次有机会，我们再尽兴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希望。那就我们就访问到这里，我们给下一位好朋友上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老师。文祥哥嘞，谢谢我们老师，下次一定要再来哦。